王一博有的小朋友撒娇着长大了。你要论节目的话，那就是你唯一的徒弟吗？这是最厉害的一个徒弟吧？因为就你就一个嘛，就一个嘛。哎，所以就变成你说那些老师都没有看过，对他们都不知道。哦，真假？他们都不知道。哇哇，这个就是你的独门绝技了啊！好，交你了。就八十五个五。